大家好，欢迎来到 Joanna 澳洲生活。今天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水果，而且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水果。但是这个水果呢，它怎么吃是最好的。那么今天我这个内容呢，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这个水果它有什么功效？第二个，如何选择这种水果？而且这种水果又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那么什么样的颜色是最好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怎么个吃法是最营养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讲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水果有些什么好处。你看这个水果是什么，你看大家都知道吧，这叫葡萄啊。我们好多人，不管是老人小孩，我看好像没有，几乎没有不喜欢吃葡萄的人啊，大家都会喜欢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有非常好的一些功效。那么有些哪些功效呢？我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归纳了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葡萄啊，它是一个非常容易让我们补充能量的一种水果啊。我这样说法呢，可能大家觉得补充能量觉得挺不好理解。那么我就跟大家分享，就很好理解一个方法，就是我今天很累了，我很疲劳，我想马上补充我的能量，让我的那个疲劳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减缓啊，这个就叫喝葡萄汁儿啊。当然呢，有很多外面卖的葡萄汁，但是都没有鲜榨的葡萄汁补充能量是最快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补充能量的一个效果啊，这是它第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效果的。这个效果对我曾经很多的，就是我比方说我身体很疲惫，我很疲劳的时候，对我帮助是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功效。那么第二个功效呢，就是它有抗氧化。它就是葡萄呢，让，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要抗氧化要吃葡萄籽啊，包括我们吃油也是葡萄籽油。哎，光葡萄这个各种各样的营养保健食品，我就觉得是太多了，五花八门。那么所以这个葡萄它有很强的抗氧化的一个功效。而抗氧化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越吃越年轻啊，对吧？你想年轻想漂亮，多吃葡萄啊，这是一个很多的，特别是女同胞们啊，都很喜欢的一个非常好的功效。那么第三个功效呢，就是它是一个抗发炎，它有很强的抗发炎的一个功效啊。我经常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人生病就是不断的在发炎，当然各个部位在不断的发炎但是我们自己是很经常会忽略的。那么经常吃这个鲜榨的葡萄汁呢，它有一个抗发炎抗病菌的一个很好的功效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了。你抗病毒抗发炎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这个葡萄但是这个抗发炎的最好的效果是要鲜榨的葡萄汁啊，这也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鲜榨葡萄汁的一个最好的最营养的一个吃法啊，这是它的第三个功效了。那么第四个功效呢，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呐，对我们的肠道啊、肠胃啊，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效。那么这四个功效呢，就我觉得已经，当然功效还很多了，我觉得已经对我已经吸引力是很大了。那么经常有，就是有人会想，哦，我喜欢吃枸杞。为什么我要说枸杞呢？因为枸杞是我们很多的华人都知道的，枸杞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营养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葡萄它的这个对我们身体的营养和益处远远超过了枸杞。所以喜欢吃枸杞的人也要经常的喜欢吃葡萄啊！而且这个葡萄呢，的确它的营养对我们身体的有益的价值是超过了枸杞的啊，而且呢，就是当然民间有些说法，就是鲜榨的葡萄汁是神的花蜜啊。从这个神的花蜜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人们对这个鲜榨的新鲜的葡萄汁多么的情有独钟。好，那么我们第一部分讲完了，就是这个葡萄有什么功效。那么第二部分呢，讲了那我怎么选择葡萄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市面上有很多什么绿色的还有一些粉红色的，还有深黑色的哈，这个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就是深黑色的葡萄是营养价值最好的。当然澳洲我已经看到很多很多的葡萄了，比方说有一些很小的籽
很小很小小的，而且还有籽的。其实很小的有籽的葡萄是最好，像这种葡萄市面上卖的基本上是没有籽的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葡萄籽对我们的身体的营养是最好的。大家都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葡萄籽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一些营养的一些营养保健品，包括葡萄籽油啊，都是对人体非常好的。那么现在的葡萄很多都没有籽，但如果能够买到有葡萄籽的，那我建议最好是买有葡萄籽的葡萄，那是最有营养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看哈，我们来看这个葡萄新不新鲜，其实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看这个葡萄，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你看这个葡萄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就是什么？它每一个葡萄上面就像一层白白的白颜色的薄雾一样，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白色的薄雾可能是啊农药残留物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残留物，其实不是这样的哈。其实这个白色的薄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抗氧化剂吧，也相当于是那种抗氧化剂，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益生菌啊，都可以。也就是说，如果葡萄拿回家，你可以试验，就是你不洗这个葡萄和洗完了以后的葡萄，你看它的那个可能洗过了以后，可能第二天它就开始变质了。那么没有洗过的葡萄，它有白色的那个薄雾的这个葡萄，你可能放个一天两天，它都是很新鲜的。这就说明你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抗氧化剂啊，它是一个就是这个植物生长的自然产生的一种抗氧化剂，所以这个抗氧化剂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最好的。所以你如果要是买的，当然你要是买的那种有机的葡萄，你不要就稍微洗一洗啊，把面就表面的一些灰尘洗一洗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白颜色的薄雾呢，就最好是不要洗掉。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益的。你如果把它给洗掉了，等于是把营养洗掉了一部分了，你就觉得哎呀怪可惜的。好，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吃这个葡萄对我们身体最有营养。那么这第三个部分是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吃这个葡萄是最有营养的。好，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材料。第一个材料就是葡萄哈，就是黑葡萄。那么这个葡萄差不多我有准备了差不多有一公斤的黑葡萄，这个葡萄。那么第二个食材呢，就是柠檬啊，大家都知道我是对柠檬是情有独钟的，特别喜欢吃柠檬。那么我呢今天就是要取这一个柠檬的柠檬汁啊，这是第二个食材。那么第三个食材就是这个生蜂蜜啊，这个因为我在外面一会儿要倒出来，这是生蜂蜜啊，我也有专门的视频跟大家分享生蜂蜜和那个熟蜂蜜的区别，以及为什么要吃生蜂蜜的好处，大家可以翻来去看这一期视频。那么这个是生蜂蜜，为什么我要加生蜂蜜啊？我就跟大家分享。那么我这三个组合是对我们身体最有益的，因为这个生蜂蜜它是一个，因为我跟大家分享过生蜂蜜它是有活性成分在里面的。那么这个生蜂蜜它可以提取葡萄皮当中的葡萄皮是最有营养的，千万不要把它去掉哈。葡萄皮当中的植物的化合物啊，它可以提取葡萄皮当中的植物化合物，然后运送到我们身体的器官的深处啊。这么说可能比较拗口，也就是说加了生蜂蜜，它可以把这个葡萄的植物化合物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重要的器官里面，让我们的器官能够直接吸收这个营养，那么这个营养就是最好的啊。我觉得这样说大家应该可以理解一点。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方法，我认为哈是那个吃葡萄汁的最有营养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怎么做？就是首先第一个啊，我把这个我怎么做呢？我还要借助这个破壁机哈，借助这个破壁机。那么我呢，就是刚才已经把这个就是冲洗了一下，我跟大家分享过，不要把这个白的取掉，这样我就把它一个个的就放到破壁机里面去。
放到破壁机里面去。因为呢我是不加一滴水，所以我就跟大家讲的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一下子把这一公斤全部放进去，因为没有加一滴水的话，可能这个破壁机，因为我这个破壁机是需要放水的，我相信大家很多在家里面的破壁机都是这样，是需要放水它才能够把它搅拌起来。所以我刚开始呢，因为我不放一滴水，我让它的效果营养效果营养价值是最好，所以我不放一滴水呢，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放太多，然后一点点的加，一点点的把它破壁把它打碎，这样的话它既是纯汁，而且呢那个打出来也很那个也很那个又滑，也很就是不会卡壳吧，机器不会卡壳哈。如果不加水的话，很多破壁机是打不动的哈。好，我先呢就放了三分之一啊，这个葡萄进去，好，放进去以后呢，我就把放到旁边，一会儿我再加。啊，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一个柠檬，我就用这个机器把这一个柠檬的柠檬汁把它取出来，只取柠檬汁，柠檬皮的汁全部都不要哈。就是我就把这个柠檬汁把它取出来。这个一个柠檬的柠檬汁差不多有100毫升啊，差不多有100毫升，我就把这个柠檬汁呢就倒进去。倒进去以后呢，我就会加这个生蜂蜜啊，这个生蜂蜜呢我估计基本上就是加这个勺子两勺吧，这因为我觉得直接放进去比较好，就不要拿勺子哈，我就挤一挤，差不多我就挤个两勺左右吧，2到3勺都可以的哈。我就开始来把它打碎，打碎。好，这个呢，我已经把它打碎了一部分了。这个时候我再来放剩下来的这个葡萄，你看这个就很容易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不要放太多，你知道吧？放太多的时候它很容易，这个机器如果没有一点点水，我这个纯汁的话很容易，它会很容易空转。这样对机器也不好。当然了，其实在澳洲我知道，就是在我知道在澳洲哈，有各种各样的葡萄，而且真的就是葡萄的季节的时候真的不贵。你看有时候我们现在哈葡萄也就4块多钱，有时候3块多钱一公斤，但贵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也就5-6块钱一公斤。其实葡萄真的是又便宜又有营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水果。但现在品种太多了哈，什么特别是那个，但我在国内我以前看到过有就飓风葡萄啊，我以前也吃过这种飓风葡萄，但是就老觉得那种飓风葡萄挺吓人的，所以我一般不买那种就是名字起得非常怪怪的一些葡萄名字哈，就是你就分颜色就行了。好，这个时候呢，我刚才放了三分之一，我现在再放三分之一，然后我再把它打碎。啊，这实际上打碎大概也那个1-20秒就可以，哎，把它打碎了。这个时候我就把剩下的葡萄，因为我这有一公斤的葡萄哈，把剩下的葡萄就全部放进去。其实经常吃葡萄啊，对那种心血管病呐，啊那种。特别糖尿病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品。但有人说啊，你这个那个葡萄是不是含糖非常高啊？其实当然还是听医生的哈，你有医生说你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但是我觉得这种果糖啊，其实糖尿病真的是不是糖吃多了，其实我相信医生也会告诉你
糖尿病不是吃糖的原因，而是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的。那么你把其他的原因去掉以后啊，可能糖尿病就会好一点。所以这个还是听医生的，糖尿病还是听医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不管是老人家也好，还是小孩子也好，我这个方法经常多吃一点，对身体真的是很有好处。而且那个吃葡萄，人家会说我天天吃葡萄有什么好处啊，能不能天天吃啊？我就认为葡萄是可以天天吃的，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啊。好，这个时候呢，我就把全部的葡萄放进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打10秒20秒，这个时候我就会用我的破壁机打1分半钟的时间，就把它全部的打碎。因为葡萄的皮打碎了以后，我们的人体吸收是最好的。好了，我通过1分半钟啊，这边我应该看得见哈。我刚才是1公斤的葡萄，然后呢1个鲜柠檬的柠檬汁，加上一点点就是2到3勺吧生蜂蜜。现在打了多少呢？我这上面有刻度哈，1500毫升的鲜榨的葡萄汁。哎，这个葡萄汁啊，我相信你喝了以后那个效果感觉是非常好的。好，那么你看这个葡萄汁，就是这3样东西加一块可以打1500毫升。那么1500毫升，这个呢，我们一家3口人啊，1个人500毫升。这个要是如果要是天天喝，哎呀，那个你会觉得你的身体越来越年轻，你呢喝起来以后越来越开心，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喝的一个饮料。好，这个呢就是一个鲜榨的葡萄果昔。好，我来跟大家尝一尝，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味道。太好喝了，我只能说太好喝了，因为我放了因为这么多的葡萄，本身葡萄澳洲的葡萄是很好的哈，本身它的葡萄甜度就很好，但是我加了一点那个柠檬，这样的话它就有一点酸酸的，这种柠檬的果酸的味道，我再加了点生蜂蜜，哎呀，那简直是感觉就是回味无穷啊，这个效果是真的非常好。如果有条件的，我建议大家就是隔三差五的这么喝一杯。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它有一个抗病毒啊、抗发炎的一个功效。哎，只有鲜榨的只有鲜榨的葡萄汁，它才会有这么强大的抗病毒和抗发炎的一个功效啊，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那么其他的，比方说啊，很多人会说，哎，那我喝葡萄酒怎么样啊？我喝其他的一些方法怎么样？那么其他的方法都是它是经过一些发酵的，因为葡萄酒是要发酵的。那么它的那种直接的那种抗病毒一些功效，比鲜榨的那是应该要差一点的啊。所以喝这种鲜榨的葡萄汁啊，再加上生蜂蜜和柠檬，对我们身体是最有营养，效果最好。好，今天分享的葡萄鲜榨果汁的一个非常有营养的方法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可以隔三差五的啊这么来喝一次，喝一杯。那么这么喝下去以后，坚持喝下去，会让人越来越年轻，身体越来越好。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